硬邦邦的了，眼睛都白了啊！哎，小心手给我。别粘着他。干嘛呢？这个过天需要几分钟？要，要几分钟？这个盐都冻坏了。嗯，冻白了哈，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还吗？缓缓。他眼中变黑了就行了，眼中现在白的。哦。嗯。眼睛还原是 OK 的。对对，很能还原的黑。来来来。我去。变黑了的，兄弟，嗯，开始了，开始变黑了。啊，你看，慢慢开始变。嗯，哎，行了哈，行了，嗯，要冒泡了。是吧？看到哎呀，哥，回去了，你看，活了，你看，这个要冷冻时间长都不能活了。你要保存，你要用负的100多度保存，那就100多度，负100多度保存就行。保存，你看那个冻那个什么脐带血啊、精液啊，都冻那么40-50度，知道完了。以前基因都是用以液的，对啊，静止。这个原理。啊。行了，谢谢你看，好。上次那个鱼有点受伤，鳞片掉。上次效果没那么好。对，这个很明显，看鱼越大了效果越好。我也懂。我们冻鲤鱼，冻泥鳅，都做过实验。